今日咧健康解码咧，我哋请咗黄小姐咧，就分享佢咧食咗敏迪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啦。你好，我是黄小姐。我呢就应该两三年前呢俾啲蚊咬啊。俾蚊咬完之后呢就唔知点解呢佢唔好之余呢仲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啊。即係将个伤口呢越嚟越大係咁化开咗佢。好厚咁样。变咗你真身嗰啲肌肉呢好厚嗰隻搭搭咁样。係啦係啦。而家系都细达咗好多。其实我系两个礼拜之前上嚟食饭咁样买咗支敏迪嚟试嘅，食咗两个礼拜之后咧，觉得 OK 嘅，因为收细咗啦，同埋冇咁厚啊，咁咧所以要今日再上嚟买。我谂我呢两年嚟讲，搽咗好多药膏啊，十只八只都有噶啦，消炎膏啊、类固醇都搽，即系用咗好多药膏都唔得咯，亦都去睇过医生噶，都唔得。我冇谂过呢几粒系叫敏感咯，都好在你介绍俾我咯。好，欢迎大家又嚟啦！而家系第二节嘅体育堂。好啦，一开始嘅时候咧，我哋今日咧又预备咗 A 加铺教室。A 加铺教室咧，今日咧我哋预备咗少少新嘅动作俾大家睇下嘅。好啊，嗰、那个动作叫咩名？名可以叫挡脚嘅五星式。好，有五下，呢五下好重要嘅，喺打拳入边咧，经常都会不断系咁出现同埋使用嘅。好啊，我哋而家跳去睇下段片。大家好啊，又是 A 加铺教室，我是这里的教练 Brian。 好啊，今天是第三课，我们想讲一下挡脚的动作。不过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想做回上一堂练习过的东西，我们先练一下步伐和反击的动作。好，来预备，我们摆好自己的基本动作，左手左脚在前面，两手要放到面咁高，我们向前下一步攻击，左右，跟着褪回头闪避开对方的攻击，跟着上前反击，左右，跟着我们请个两个同学仔帮手做少少示范。好，唔該曬兩位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做一啲擋腳嘅動作啦。我哋有五個基本嘅擋腳動作咧，係經常翻學嘅時候都會練習嘅。我哋一齊做一次。第一個動作，運差有人掃你小腿。好啦，我哋提高自己只腳，避開對方嘅攻擊。好啦，第二個動作，運差有人掃你嘅上身。好啊，跟住我哋兩隻手一齊舉高，手踭黐住膝頭哥，保護自己嘅上身。呢度好似一個盾牌咁樣，另外隻手保護自己塊面，唔好俾對方行埋嚟。第三個動作，有人掃你條腰，我哋一齊用隻手擋住，用手踭、手臂同埋你嘅手掌保護自己。好，第四個動作，有人踢你條腰，我哋一齊做一個捉住佢腳嘅動作，鎖住佢只腳。好，第五個動作，有人踢你個頭，我哋向後挨，好閃開對方嘅攻擊。一做完之後，做翻一個基本嘅保護動作。啊，跟住我哋請同學仔幫手做下示範。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好啊，跟住倒翻转帮手示范吓，请后边嘅台仔一齐做一次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唔该晒咁多位同学仔，多谢你哋睇我哋嘅視頻啦，多謝你哋得閒上嚟 A 加鋪同我哋一齊玩，或者去我哋嘅專業俾個 like 我哋啦，多謝曬。係翻翻嚟啦，頭先咧有 A 加鋪教室，好啊，我哋頭先咧有擋腳五式喎，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其實咧有兩位拳手喺度，不如我哋都請佢即刻現場示範下嗰擋腳五式，跟住咧可以詳細啲講解俾大家聽添咁樣。好，嚟請兩位拳手示範下，好，第一下，預備，好，第二下。第三下，第四下，第五下，好倒翻转做下，可以俾其他观众睇下我哋。第一下，第二下，第三下，第四下，第五下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不如我咧每一下我哋都讲解少少动作，好唔好？第一下点解要提高只脚呢？好啊，麻烦家俊数一数。好啦，其实提高嘅只脚嘅意思咧，就系有人扫你嘅小腿。好啊，咁你就提高隻腳避開佢，好冇？好，第二下嘅招式就係好啦，有人打你個上身，好啦，咁你隻手同埋腳就做咗好似一個盾牌嘅動作咁樣，擋住自己，係啊，保護自己個上身。好，第三下，好踢埋佢嘅時候呢，呢次唔止接佢啦，用個上身嘅手臂嚟接佢，一隻手就保護你自己嘅上身，另一隻手呢就控制住佢個大髀或者菠蘿蓋嘅位置。仲有打你嘅時候呢，唔好企定喺度接佢，褪前少少接佢，破壞咗個距離，等你唔使接得咁大力。好啦，跟住第四下，
好，跟住接腳，接腳嘅時候其實唔止接咗佢嘅，接咗之後其實做咗一個鎖嘅動作，隻手咧係夾住咗只腳之後，跟住將個拳頭望下拳頭向你個膊頭嘅方向推出去，好似個鉗仔咁鉗住佢只腳。OK， 好啦，如果你再想令到佢痛啲咧，除咗鉗住咗佢只腳之外咧，要將個身向後挨，好啦，等你鎖嘅動作再多啲。好冇，同埋再接腳嘅時候有少少嘢要留意嘅。好啊，唔好企定喺度接腳。如果你隻手企定喺度接咧，其實食咗一腳噶啦。好啊，一定要試下咁。一接你嘅時候，我正面做俾你睇。一接嘅時候，個人褪少少啊，唔好直接接佢嗰只腳。好，第五好簡單嘅啫。啊，一踢你個頭，你就向後挨避咗，跟住你就可以做反擊嘅動作啦。即刻。OK， 呢個就係我哋嘅擋腳五式啦。啊！得閒翻屋企喺練習下，或者去到拳館揾你嘅師兄弟同你一齊練習下啦。拜拜。真係好啦！頭先我哋玩完泰拳五式啊，得閒咧就同你啲師兄弟啊，或者練習下啦。姨媽姑姐就難啲，冇學拳嗰啲就唔好亂咁打。特別咧，小朋友咧去到公園上邊啊，或者學校度咧睇完我哋嘅片咧，就唔好隨便用啦。如果要練咧，就去翻你嘅拳館或者上嚟揾我哋去我哋A家鋪拳館度玩啦。咁就可以學到頭先嗰泰拳五式噶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預備咗一啲片嘅，就係咧阿家俊咧曾經打過一場比賽就 KO 咗對手咁樣嘅。咁咧段片有幾多個彎啊？哇！段片只得兩個彎咋？係點解得兩個彎啊？因為喺第二個彎嘅1:59咧，最後一秒咧就咁啱得咁巧就 KO 咗人。咁你不如你講下點解係爭一秒？因為個比賽係打兩分鐘或者三分鐘。因為平時練習咧都係練慣咗兩分鐘，咁知道嗰個比賽咧，原來佢話好似最後臨尾咯，咁就整個轉身爭過去啦。結果就咁啱得咁巧就即係臨尾發力咁樣啦。係啊，臨尾發力啦咁樣。咁你咁啱俾你撞中咗啦。係啊，咁樣鬼咁啱真係撞中咗。其實可以再講詳細啲嘅，佢通常咧普通新手打比賽咧，都係每一次咧係打兩分鐘嘅。咁打完兩分鐘之後咧，中間會唞一分鐘，咁夾埋曬咧，我哋就打三個彎。咁三個彎入邊，裁判係點樣比分咧？邊個分數高啲咧，咁就邊個贏噶啦。咁每一個彎咧就係有十分。咁如果大家都係咁叻嘅，打和嘅個彎，咁大家都有十分咯。咁如果譬如可能第二個彎紅色嗰邊叻啲，咁佢就有十分。藍色嗰邊覺得冇咁叻咧，啲裁判就會俾佢九分，咁佢就少咗一分噶啦。咁如此類推啦，咁最尾咧邊個多分啲咧，咁就邊個贏噶啦。OK， 好啊，咁不如我哋睇下你段片咧。好，去片，好，去片，去片。去片待會兒
帮下结束。必殺技咯，諗住最尾臨場先發揮一下，咁啱都咁巧又用到，其實都係會捉咗佢路嘅，隔少少啦。咁就喺佢睇到佢打咗好耐啦，咁佢一行埋嚟嘅時候，通常會守低嘅，咁一守低嗰下先至再攝入去就迎合佢咯，用個轉身爭就打咗落牙膠呢個位，咁就 feel 到好硬，就咁啱咁巧就 KO 咗啦。係，好似數完八秒都起翻身啦，係數完八秒起翻身。通常數秒都係咁嘅。如果你數完八秒都起唔翻身咧，咁通常個比賽就會終止噶啦，咁啊當你即係俾人 KO 咗或者 TKO 咁樣咯。係啊 ，Carrie 同阿南好似嗰日都喺現場喎，睇嘅時候好似好興奮，我見到現場啲觀眾一 KO 嘅話，原來係全場觀眾一齊，哇咁樣嗌爆個啊！全部家俊好嘢，家俊犀利，個個都全場歡呼啊，簡直咧好犀利啊！嗰日好轟動咯，嗰日就係啊！嗰日係咩比賽啊？我想問下。嗰個係學界賽嚟嘅，學界賽，但係2017年嘅，係啦，2017年嘅中學組學界賽。咁就係少，係咪屬於少年拳？哦，咁就未係少年拳王，不過咧就學界冠軍咯，叫做學界冠軍。嗰日都係63.5 kg 嘅，咁但係已經係全日最重噶啦嗰日。係冇錯，好同埋因為你係少年組嘛，所以你打嘅時候睇片嘅時候你見到除咗又係一樣話著咗有腳 pad 啊、菠蘿包啊、頭盔之外咧，佢係戴咗護甲嘅，因為未夠18歲。護甲啊，牙膠、護音罩。好似嚟緊今年，你哋可能都仲會再參加多一次喎。係，仲會再參加年學界賽，可能係最後一年咯喎，你係，你係咪都畢業啦？係老啦老。係啊，中學畢業啦，所以可能係最後一年參加學界賽啦。咁可能你仲有幾年啦？你仲係15歲啦。15歲，可能仲有幾年啦。仲係啱啱中。咁你努力加油啦！希望嗱，你今日咧，我哋睇到佢個肚腩係縮咗啦。希望下一次咧，直頭可以揭開件衫睇下，係咪有幾件腹肌喺度先？好，跟住我哋。今天節目就差不多了，好吧，今天已經是第幾集了？第五集了。我們今天帶了一些新嘗試，我們直接去了拳館導影，未來我們都會不斷地改進一下的。還有我們已經再花了一點錢投資買了一些特別的收音麥，有些有線，有些是無線，但有些指向性的麥又有。接著我們已經另外再買了一些平衡支架了，所以你將來見到我哋嘅片咧，好可能係會有啲動感嘅，可能跟住人跑啊，又甚至乎揸住嚟踢腳咁都有噶，係啊，咁啊，仲有不如臨走之前咧，請你示範一下你 KO 人嗰個轉身爭嘅動作啦，好唔好？好，請你兩個示範一下啦。啊，
好，通常做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成個身咧要有180度轉身先得嘅。好啦，做嘅時候咧，有時為咗配合下咧，所以你見到佢只配合嗰個距離咧，所以你見到佢只腳咧係會移動少少嘅。好啦，隻手喺度做乜嘢呢？其實隻手咧就保護自己塊面，因為恐防人哋都會打你，係咪？好，麻煩阿家俊示範多一次。好，轉身係翻翻嚟，一轉完之後咧，快啲翻翻去做翻個基本動作，保護自己塊面。哦，不如請阿林示範啊！偷袭佢啊！偷袭成功。乜你咁嘅？如果打后脑嗰啲咧，就系犯规咯。就犯规，其实犯规。佢头先啱啱犯咗规啦。系啊，咁可能会俾裁判都警告啦。其实系会。O K， 好啊，下次唔好啦。大力啲，大力啲。下次大力啲。再大力啲啦。咁我哋时间差唔多。我哋时间差唔多啦，今日。我哋下一集再见啦。多谢晒各位，拜拜。我初相识嗰阵时咧，成块面都红卜卜嘅，有牛皮癣，有食。食咗敏迪之后，嗰、那个情况点啊？食咗已经冇咁痕噶啦。哦，冇咁痕。咁啲皮肤嘅滑正程度系咪好咗好多咧？块面就争好远啦。块面就争好远。咁之后人系咪自信心大咗咧？基本上本身都系。都有啲嘅。你食敏迪咧，食嘅剂量系食几大咧？通常都系。我咪食四粒嘅。哦，咁你即系你都唔系十分严重嘅啫，基本上系咪？因为我有啲网友咧系银屑病嗰啲要食够八粒，因为佢只舌头要爆头嗰只噶啦，已经去到好严重。对你嚟讲，你最大嘅改变系乜嘢呢？去到我谂肠胃最大改变，肠胃最大改变，即系除咗牛皮癣之外，其实我原来咁多年来都系有呢个肠胃敏感啊，即系肠敏感啦，即系好容易肚屙嗰啲啦。系啊系啊。诶，敏迪其实个原理上咧。即係所有敏感佢都誒去可以有幫助，基本上。咁而家就唔會話成日肚痛啦。係啊，以前一飲到啲凍水就會即刻肚痛，即刻嚟啊！仲有呢啲皮膚質素都係改善咗好多嘅，咪冇咁紅咯，冇咁紅。咁係咪溝女咪易咗咧？未試過。嗰個咧係一個南亞裔人叫德仔，佢基本上咧就一條頭髮揾唔到嘅。咁咧就後生，今年就30歲，用咗啲洗頭水加啲精華素，咁就見到咧用咗個半月，就見到我哋而家嗰個廣告咧圓形頭殼出頭髮嘅情形，佢啲毛毛用翻曬咧就全部出翻曬。咁可能遲啲啦，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後咧會濃密好多嘅。